色的蓝图，繁衍又是五十多年。期间在先农展播以及金国先生的一名图书，奠定了当前南湖的乐地的富裕社会。我们今天虽然大部分大家都已经洗洗脑，但是我们也难以难掌握，我们更缅怀革命先烈，及在一次个战役中壮烈牺牲的国军将士，当然也包含来台之后的大臣东山武林头为国捐躯的国军，我们为自由而战，为理想而战，为这块土地而战，我们要向他们敬礼，并用今天表达对他们的无限感激。24年前的10月31日，正为感念为国牺牲贡献的国军，因退役驻步大陆社会而奠定